叫林毅，我在1968年3月10日被捕，当即提供我参与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斗争。如果我没有拍这部影片，你就不会回来了？不会，不会，因为这里呢，毕竟是我受苦受难的地方，是斗争的地方。我当时也是被踢了一脚，整个人的裤都在地上，跑到牢房以后也没水喝，因此呢只有喝自己的尿。我觉得我这一生虽然起着艰苦困难走过了日子，总算看到了果实，看到了成果，这是心中的高兴。